后我现在开了一个 CBS 的 collection， 然后就要拿来放我们的一些控制器。好，我们回到 Optimo， 然后现在我们的骨头，我就把我们的轴向跟名字都关掉。我们现在已经要进入控制器了，名称已经不太需要了。好 ，Shift A， 我们要 Mesh Circle 圆。哦，这个我们要 Alt G， 我们的 Shift Control。Pro 在世界中心，然后这个我们一样把它叫做位移 transform。Edit mode， 来再增加一些 scale， 这里叫做 bounding box scale 位移。remote， 好，将我们的 root post mode root display type root transform， 好，这个就不是我们的，选到我们的 root。然后读取 transform， 好、哦、transform 有了。再来第二个 transform 是谁呢？我们的中心也是 transform， 这个大小我们稍微 调整一下。哦，再来第二个形，这个嗨起来。再来我们要采用什么形状呢？我们的 stretch， 我们用方形，是不是Post mode Shift A Mesh Cube 0.5 就好了。Edit mode 三全选 X 删除它的面 Face Dissolve Face Face。删除 face， 这里删除 only dissolve face， 显示线 surface， 就把框框卷起来。我 dissolve only face 是它线了。好，我们回来我们的 stretch bone。Pose mode stretch bone， 我们的框框 stretch， 好，下面的也是 stretch， 好 ，stretch bone 下上下大小还可以大一点好了。二上面的这个骨头，你看二，把我们的 stretch 改扁一点 ，A edit mode scale Z， 改扁一点，让我们。然后比较好选。好，再来我们继续创建，是不是 A circle， 错，是不是 A mesh circle， 这个 circle 是要拿来做位移的，这个就维持这个样子 circle， 来我们来做成我们的毛，这样 post mode 毛circle， 打名字的比较快。
对，圆形的话，为了对符合它的形状，我们 Ali Post Mode Ali Mode 我们这里 A 是不是 D， 我们 X Rotate 90 Rotate X 90好，是不是 D Rotate Z 90，我们把它改成一个像圆圈圈一样，这样的话上面这时候我们在做使用的时候就会比较好选使用。 Post Mode我们上面这个改 0.5 比较小一点就够用了，下面全要比较大比较好选 1.5 1.5 1.5 好，这个ball 好了，Circle ball， 好，我们再创建一个 circle， 是 a circle， 好，这个 circle 是要拿来给根部的那根骨头，这根骨头用的 circle， 这根骨头我们大一点，这比较方便我们选取。好，再来我们的眉毛眉头，这里我们一样用我们的 circle ball， 这样记得吗？就好选 1.5 circle ball 1.5 嘴巴我们用圈圈好了 circle， 嘴巴也是用圈圈Circle Ball， 好选择。好，接下来就剩下我们的眼睛跟，然后我们把其他先带起来。好，眼睛的这里，眼睛也是一样，我们把它选 Circle。那这个 Circle 我们要转90度，所以我们创建另外一个，选 A， 选 A Circle， Circle 这个是。转成90度的 V， no， rotation Y 90， no， pose mode， vertical， 你把我们转错边了， vertical， rotation Z 90，好，这样应该都像是对的。Rotation Z 90度 Vertical 这里只要没有转到，重新选 Vertical。 哦，对，这里 Alt R 我要在 Edit Mode 里面调整才有用，我推选 Z 90，这样才有用。另外一边的圈圈也是，选 Vertical， 然后再来我们都选小一点，小一点。好，我们中间一起控制，我们用让它比较好辨识是眼睛的控制，我们来另外做成一个样子。Shift A Mesh Circle， 好，这里 Circle 这个改名字 Circle Eye 眼睛用的。好，这里 Animal Steel Y 多小，用椭圆形，哦 ，pose mode， 选择 I， 椭圆形，然后我们转90度 ，object mode，edit mode，rotation x 90，好，这样我们就做成眼睛的，这样就比较好辨识是眼睛控制。好，我们再来做眼皮，皮的控制，眼皮的控制我们可以是用我们的圈圈 vertical。
一般我们用的一般圈圈圈 circle vertical 看起来不适合眼皮的话，我们做两个半圆，给它这样子的话显示才不会互相卡到。好，我就回到这里 shift A mesh circle，这里我们面数少一点，16个就好了，独立显示 ID mode 7，把下面删掉 dissolve vertex。 好， object mode。 好，我们来眼皮 add post mode， 这个是上眼皮。好，01，这个这 up li iLead up， 好，我们这个 animal rotation x 90，对，我们选错了，我们选到我们的线 animal a rotation x 90，我们 scale 缩小 rotation x 90，好 ，scale 缩小，换成我们要的大小。再来，因为它在骨头中间，所以我们这里 UY 我们移动它的位置，移动到我们方便我们之后旋转控制的位置，这样我们之后才比较好选。好，在这之前我们先不要往上移，我们先复制一个 Shift D 改成 Low。 好，我们这时候再来针对它去 up 去做更改它的位置 GZ。 好， low 的这个也是 animal rotation Y180 GZ。 好，那这样我们的下眼皮也可以做选控制器 low， 我们上眼皮下眼皮都可以分别去把它做出来 low 上眼皮 up。 好，那这样我们 CBS 就可以把它隐藏起来，像我们这样就 MCH 之外的控打开我们的控制器，就这样完成了。